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，地藏王菩萨微笑着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，继续努力吧。在这个喧嚣纷扰的世界里，我曾是一个迷失方向的灵魂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烦恼与困惑，生活的重压，工作的挫折，人际关系的纠葛，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间接触到了地藏菩萨的大愿与慈悲，仿佛一道温暖的光芒穿透了我心中的阴霾。地藏菩萨，这位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以地狱不空，是不成佛的大愿，深深地震撼了我。我开始尝试着去了解，去感应这位伟大的菩萨，希望通过修持地藏法门得到内心的解脱与安宁。最初我只是简单的诵读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便坐在书桌前，点燃一炷香，静静的诵经。经文中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都仿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，让我感受到了地藏菩萨的慈悲与智慧。在诵读的过程中，我的心灵逐渐得到了净化，那些曾经的烦恼与困惑也慢慢变得不再那么沉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开始尝试着进行地藏菩萨的修持法门，如持诵地藏菩萨名号，念诵地藏咒等。每当我在心中默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时，都能感受到一股温暖而强大的力量从心底涌起，遍布全身。这股力量让我变得更加坚定，更加勇敢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不再那么畏惧与迷茫。在修持的过程中，我还经历了许多奇妙的感应。有一次，我因为工作上的事情，心情非常烦躁，甚至有了放弃的念头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了地藏菩萨的慈悲与大愿，于是我开始默默地持诵地藏菩萨名号。就在我持诵的过程中，一股清凉的气息从头顶涌入，瞬间驱散了我心中的烦躁与不安。我仿佛听到了地藏菩萨的声音，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，孩子，不要放弃，坚持下去，你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。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，心中的信念也变得更加坚定。还有一次，我在梦中见到了地藏菩萨，菩萨身着金色袈裟，手持阳杖，面容慈祥而庄严。菩萨微笑着对我说，孩子，你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，继续努力吧。只要你心中充满慈悲与智慧，就一定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。醒来后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地藏菩萨的加持与护佑，也更加坚定了修持地藏法门的决心。如今我已经修持地藏法门多年，心中充满了慈悲与智慧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挑战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可怕。我知道，只要我心中有地藏菩萨的慈悲与大愿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走向光明的未来。回首这段修行的历程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地藏菩萨的慈悲与智慧，是地藏菩萨让我走出了迷茫与困惑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我相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继续修持地藏法门，将这份慈悲与智慧传递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与护佑。愿以此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，离苦得乐，早登极乐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